哎呀，弟妹，吃饱准备上哪去啊？上街转转溜溜。牛嘞，你问我哈啊？你说宝贝的，是谁提的吧？不着不着，有黑说宝贝啊？哎呀，你减肥了吗？我哪减肥嘞？你往这条件好了，吃油水大，都吃那肥牛，没那像你这好看。哎，那是。赵哥啊，这会发财喽？哎，发是不发，反正最起码能盖成个家。你往把你的房子也盖。把料盖楼房，装修装修，这不还是爹娘给撇着的房子吗？哈，哎，我准备上城里买，搁下来住。对对，有钱了，给人城里住去了。上城里买个别野一住，别野啊！我都听人那个叫什么别处吧？别墅是别墅，别野是别野，它是两码事哦。那这个别墅是搁地上盖的，那别野它不占土，所以说叫别野哈。哦，因为那个土不成野了吗？别野比那个别墅可能好点。别野都不是盖的不甚高，叫别野。你几等的出门去了？哎，我想上城里。啊，我说弟妹，高哥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找你有点小事啊，啥事说？先跟你商议商议。哎，好。我在一旁笑嘻嘻，再叫声高哥你亲亲的啊，我想跟你商议件事。受了这种感激啊，你看看农村里处处花钱，没有钱你赶紧去买上好衣，那个没有钱没有钱，高哥你能不几个，以后我有钱再还你，再也嘛再还你。只要把钱你借给我，你说咋的那就咋的，啥事都随便你。你说肉头的要命，怕他家里个老瞎怕。我前两都年了出门挣钱去，没有那个熊本事，哎，没有那个才华。是，你看瘦那个样，啥活不能干。你说这农村人处处都得花钱，他手头也紧，连个买衣服钱都没有。哎，你借我两个，我说以后我有钱再还你。哎，鬼子的口头我得大大的明白。要是没有钱还，我张。好，长点别的补补也行。哦，还能长别的补，还能堆着。嗯，哎，那行。大美人，你说这话我明白，可就是我的哥心里有点个谁。要是说出来哟，愿意不愿意？你不愿意这个事我也不强求你。你说嘛，有事儿你咱就好说去，怎么钱？要说是姐两个，我得没问题。我呀。
事说出来你的口风里，干杯别难喝，没有啥关系，我要是把钱借给你有点儿难求。那是吗？有什么错呀？你知道我是个无糖味的汉子，朝天我在家里心里有点急，你要是能答应我的那个事儿，你要说借几杯马上拿给你呀，你要说借多少我马上啊，这几百，啊，三百五百的还能当用吗？嗯，那就多着呀，多借点儿。嗯，说话得算话。想借多少？嗯，上我来商量商量，看看我包的钱。只要你能愿意，我请你吃。真的？那还要说？我哥，啊，那你不得骗我了？绝对不会。你要是骗我，啊，我要一喊人，那你可吃不了个兜走了。啊，我那门吊怎么咣当咣当响？风呗。啊，风。啊，那咱上午来商量商量。哎，好，行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嘿嘿嘿嘿嘿，哈哈哈哈。